右转身向两旁伸直，沙丁，这个拉筋气功向后面拉八号四，练习沙丁需要34分钟，但是这34分钟整体的气血由下往上的运行，逐步加强每个关节、腰椎、向后脊椎、颈椎以及头部、腹部、全身肌肉力量锻炼，收腿加强肌肉的全面柔韧，着气血流畅，活化细胞，提升免疫力，改善循环。左腿根部做出还有排毒，达到全身健康的体能。最后合掌，健动，动作简单，时间不短，不长了哈，效果很好，很适合男女老少全家一起运动。合掌，左腿，他们练习的时间都是在热身公园，早上6点到7点。晚上8点到9点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练习。这个是免费教学哦。大兵，往下按，伸展，折展，双腿，坐拳，左脚大步。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左腿弓步上举下按，拉筋，再拉筋。中华木女医学气功协会相对，请准备回到腹部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右腿弓步上举下按，拉筋。再拉筋，过拳，两拳相对，回到腹部，两手向左伸，转腰一圈，两圈，回到腹部，左腿勾步，右手向右推开，左手拉弓，看手背，拉筋，再拉一次，拉筋，向后再拉，过拳，两拳相对，向右伸，转腰一圈，两圈，回到腹部，过腿弓步。左手向左推展，右手拉弓看手背，拉筋，再拉一次，拉筋，向后再拉，后拳，两拳相对，向左伸，转腰一圈，两圈。回到腹部，左腿弓步，左手向后趴，右手向上翻，头换后脚跟，拉筋，过拳，两拳相对，回到腹部，右腿弓步，右手向后趴，左手向上翻，头换后脚跟。拉力，过拳，两拳相对，回到腹部，收腿，拉筋结束。谢谢。